一般游戏的镜子画面啊，就是可能头发动一动啊，眼睛眨一眨，你看这边哇，道歉的时候露出哦，不是啦，哇，玛丽，你看我就是坐在后面那个逻辑，哦，超级赞，这个画面我可以看一整天。嗯，逻辑，你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吧？太棒了，这么养眼的画面。大火杀天，哎呀，苏菲说他是坦克呢，不如说他是一个 debuff 手。你看，全属性耐性，不用管物攻还是魔攻，不用不用后，他全部耐性就下降 30%。大招的话呢，哇，全属性耐性下降 50%、哦、所以说这真的是超级称职的坦克兼 debuff 手，可能 debuff 比坦克重要多了。那至于说普拉福坦的话呢，我看起来应该算是有点像 buff 手哦。他是说未可攻击之后呢，赋予我方全体破防伤害加 20%。 我觉得他比较算是一个 buff 的角色吧。那在网站上面的评分是 S， 最高等级是 SS，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的。那他这个是跟物攻有关系哦，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进阶全体物攻，我方全体物攻加 5%， 然后呢这个是未可攻击之后呢，全体的破防伤害加 20%。 另外这个卡池的话呢，前面的角色也有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要刷手抽的话呢，你刷这个池子也是有机会。那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要锁定几只角色，譬如说雷斯娜、莱莎或是玛丽的话呢，你还是要到原本的这一个池子，现在这个池子还在哦，不过呢它的时间是到2月1号的11点、哦、所以说要刷手抽的话呢，就是在今天赶快决定了。手抽就是20抽嘛，所以说呢就是10抽给苏菲，另外一个10抽给那个新手池，看看可以捞出莱莎或是雷斯娜或是玛丽啊，这样子。那另外在这个地方呢，有那个组合包，哇，我们看齁、哦，200，而且这是免费的哦。哦，你看这些资源都有了齁、哦、尤其是这个宝玉也可以买，买买买买买齁、哦、这样子我的宝玉就直接有了。哇、哦、免费的齁、哦、这是免费的哦，我到现在我还没氪金哦齁、哦、你看这个免费的。哦，这边我都已经买齐了齁、哦、那30级组合包这个超有用的。然后呢也是一样齁、哦、新的卡池就会卖两个半价的这个10抽券、哦、这当然是要买啦。所以我们最好在每一次新池出来之前呢，先存够3000免费新导师哦，这样就可以买20抽了。那这一次的 SSR 回忆，哇，这也是苏菲的。当他自己是雷属性受到攻击之后呢，我方全体技能伤害加 8%， 哦，被打了之后呢还可以帮我方加 buff、哦、给雷属性的坦克、哦、真的是完美啊。来咯，啊，先免费的、哦、说不定不用氪金的，对不对？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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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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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、来半价的，看看他在跑的动画有没有跑出很多人来哦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，哎哎，有一个哦哦，大家都来了哦哦，大家一起，这样是不是代表有机会了？哦，同胞大吉，同胞大吉，哦，连师傅都来了，哦，玛丽也来了，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会中了？谁？谁？哦，单价10抽就中了啦，各位！哦，谢谢各位。苏菲就是他的祖母是炼金术士，然后呢留给他一本书，那本书会讲话。后来呢他好像是跟着那本书不断精进他的那个炼金技术，最后面呢这个书有灵魂嘛，所以他就把它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造型。这个应该是算是人偶吧，因为呢你中间你要去炼制他的什么心脏啊还是什么脚啊之类的。那这炼金素材然后呢到后期啊这么恐怖之后呢，那个普拉福坦身上的配件啊然后强得跟鬼一样啊。我现在说的是单机的啊，再来哦。哎，哇，两个啦！哦，这谁啊？这有点像女主角哎、欸。啊，女主角，我有了，可以升星了。哇，玛丽翁哦，单体破盾。那个动画至少会有两个三星的角色咯。哇，哦，赶快评论啊、哦！五星好评，我五星好评哈、哦！公开评论，无氪中苏菲，没有问题哦。那其实我还可以再继续无氪呢，对不对齁、哦、来来来来来来来齁、哦、再来一个。好，开始跑咯。诶啊，没有人了。诶，有有诶，哦哦，托摩大吉啊，诶诶，这是少了一点齁、哦、没有刚刚那么多，两个人。诶诶，有有，师傅在后面。诶，可是旁边没有人跟下来。这样子是有没有啊？诶，有诶、欸。这谁啊？这谁啊？哦，玛丽啦，玛丽也来了啦！哦，破火的破坏手啦！
谢谢各位，我不氪，我很想氪金支持，但是不用了哈，真的不用哈。我觉得这样子呢，前期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哈。这个罗勒娜系列哈，中间是罗勒娜，左边是托托利，右边是梅露露哦。哎呦，夏莉呀、啊，夏莉真的是一只新手破防的超级好角色，她的那一招全体破防赞哈，虽然是二星的角色，谢谢各位哈，这样子值得了，值得了，玛丽也来了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原本呢，经验值关卡的超级关卡我打不赢，那我现在呢就来看看说到底路飞是不是那么好用？来，罗杰掰哈，罗杰掰，男生掰，男生掰哈，这个游戏哈，男生角色都不要不要不要。来，苏菲来，苏菲来哈！解锁多个星图。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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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限是三只55光哈，这个还没到。然后装备给他装上去，然后等级先给他升上去，坦克的等级要高一点吧，先来个35级哦。哦，我买了那个苏菲包啊，多了好多这个糖果可以吃哦，哇、哦，真的是超棒的，而且免费就可以买哦。哎呦，好，就这样初级喽，战斗力是5600。来来来来了，好。哦哦哟，全耐心下降哦，麻痹了麻痹了麻痹了，哎，他在那边抖。哦，但是呢，你要扛得住哦哦，这个超级关卡扑你也是很痛的。OK， 又破防一个。OK， 大只的560撑得下来，511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、哦。好，我们来吃个药。我加个 buff， 哇，17000的伤害，哇，雷斯娜也是蛮强的啊！我忘记给他提升星图了，啊，坦克死掉，坦克死掉，啊，糟糕哈、哦，重来重来重来，这样就不能三星了。好、哦，我决定哈、哦，就是不要用开 auto 了哈、哦。好，打掉了，因为敌人在大招这边哈、哦，所以我们换个位置。好，这样子大招的位置就变成我们的。哦，你看我现在换位置，夏利变成大招了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，普通攻击，这边开大招没问题。耶、yeah, ，还活着！全用了，全用了，全用了。好啦，这边开 auto 啦，破防还没破，来三个破盾手，不破防就奇怪了。麻痹，大招，我获胜了，但苏菲还是挂掉了。哦，怎样？我装备三个铃铛，哈、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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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一次结果不错，哈、哦，都活着。然后呢，我要在最后面的五次行动把它干掉。来哦，玛丽的大招，哇，星月奏鸣曲8000。好，科尔来一个。飞踢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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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再加个大招，等一下苏菲的大招啊！抱歉，结束了。噔噔耶 ！OK， 这样子我经验值关卡超级也过关啦。OK， 那所以说呢，哇，这个炼金工坊呢，如果说你有恒心、有毅力、有耐力，慢慢刷的话呢，真的一开始完全不需要氪金哦。我现在无氪也玩得很开心。对，没错哈、哦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